造着种种神奇。在中国版图上，华北大平原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它在河北的部分被称为河北大平原。以太行，临渤海，平燕山，俯卧野，南北延伸约4个纬度，东西最宽处跨越约3.5个经度。在燕赵大地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中，河北大平原占全省总面积将近一半，极目四望，广袤辽远。大自然用亿万年的伟力和坚韧，造就了这片厚实的土地。肥壤沃土，生机盎然，天地有大美。日出，风来，云散，雨落，花开，这些大自然瞬间流动的美妙，在平原上似乎更具有灵性。植物，动物，艺术，科技，建筑，这些滋养人类的存在，在平原上也迸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6月，邯郸市长安县大郭庄村洋溢着喜悦，让天气更为火热。骄阳下，16台联合收割机轰鸣着驶麦田，拉开了河北3500万亩小麦收割的序幕。2020年，河北小麦的总产量为1453万吨，与前些年一样，占到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每收获10斤小麦，就有超过1斤来自燕赵大地。而这些小麦主要产自河北的平原地区。为了这一刻的喜悦，我们脚下的这片平原已经默默地准备了几千万年。从8800万年前开始，历经山地重压、河流侵蚀、喜马拉雅运动的分解，今天的河北大平原发育出了最初的基底。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古黄河与海河各支流将西部高原山区的泥沙搬运到东部填海造田，不断丰富着大平原的血肉。时间是一切的塑造者，数万年光景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3000年前，山海之间绵延近9万平方公里的连片平原
最后成型，河北终于拥有了自己坚实的胸膛。如同时光可以塑造各种可能的命运，不同个性的平原也产出了丰富多彩的物产和风情。在燕山南麓和太行山东麓十几公里至九十公里的位置，山前平原最先露出真容，海拔多在100米至50米之间，土壤肥沃，是河北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全省主要的粮、棉、油和优良果品几乎都产自于此处。金色的收获季节，夜幕也不能遮掩它的色彩。平原上，随着麦收的到来，收割机开始了有节奏的律动，日夜不息的劳作让丰收来得更快一些。石家庄市藁城区是中国国产强筋麦的发源地，顾名思义，强筋麦就是面筋含量比较高的小麦。河北略少的降水也减少了病虫害发生的概率。位于北纬36度至38度之间的河北山前平原，独得大自然眷顾。在这一区域种植的各种优质强筋小麦，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藁城藁优麦”。山前平原以东是冲积扇泛滥平原，主要由海河水系和古黄河冲积而成。由西往东，海拔由50米逐渐下降到5米。这里是河北最主要的农区，干旱少雨的先天不足使大地的馈赠少了几分慷慨。藁城东临位于冲积平原上的新集市，另辟蹊径。马兰农场培育的石麦系列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亩产即达千斤，让每一滴水产生更多的粮食。40余年间，30多个节水小麦品种，带着河北平原的智慧与灵气，从这里走向了全国。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土壤在变，水质在变，一颗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却永远不变。人们用自己的能量影响着大地，为它增肌，为它强体，许它以无数种可能绽放出更绚烂的美好。河北大平原最外侧是滨海平原，滨海平原是由河流入海的三角洲相连而形成，海拔降到5米以下，河海争地，水流激荡，留下一片极薄盐碱的中低产田。初夏，南皮县乌马营镇白房子村
村旁的冬小麦拼命享受着阳光雨露，等待着一个月后的成熟。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贫瘠的盐碱地，满打满算每亩能收500斤就不错了。如今这片地的小麦产量却已突破亩产1000斤大关，再加上玉米的产量，成为名副其实的吨粮田。褐色是河北平原的底色，低调又淳朴。人们在改善地利的同时，也不忘寻找多种可能，让水稻、玉米、谷子、辣椒、棉花等农作物加入丰收盛宴，用五彩斑斓的土地装扮五彩缤纷的生活。河北大平原自古河道纵横，洼甸众多，有悠久的水稻栽种历史，各种类型的平原上均有种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及的胭脂米就产自唐山的玉田县。承德、廊坊、芦台、正定以及涿州出产的大米，因品质优异，有一些曾是清代的宫廷膳米。随着水文的变化，河北大平原的水稻种植面积也发生改变，稻田不再随处可见。不过富硒大米、绿色大米等高质量产品层出不穷，河北大平原的水稻坚定地走向了品质之路。自清代开始，在河北平原大面积种植的玉米，是世界范围内重要性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河北平原地区以冬小麦和夏玉米轮作为主，每年玉米种植面积在主要粮食作物中位居第一，大约有5000万亩，亩产最高可达500公斤以上。
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总产量，河北玉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8000年前，从人类在邯郸市磁山脚下种出世界上最早的粟开始，这片土地就与谷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中国杂交谷子之父赵志海研究出的高产张杂谷系列杂交谷子，将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热情传递给全世界，在欧洲、非洲续写着高产奇迹。时光向前，平原上每一种物产里都蕴含着人们的无限深情，那是人与自然携手前行的最好媒介。而大地的厚度与温度则支撑着前行的长度与广度，给予人类最好的动力之源。河北大地历经300多万年沉积，形成了厚度达300米至600米的堆积层，土质紧实，土壤肥沃，为各类农作物的生长提供着深厚的依靠与充足的养分。有时这深厚的土层里还另有乾坤。这里是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位于邯郸峰峰矿区山底村的这条地道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巷道最长的抗日战争时期地道。地道战是华北平原上抗日军民发明的一种独特作战方式。用地道做屏障，是因为河北平原坦荡如砥，5000米长的地段高度差只有1米，一望无垠则无险可守。但河北平原土壤深厚的特征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构筑地下工事的可能。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战争中，地道成就的传奇成为了河北人不屈不挠的象征。这更是河北平原土壤厚实的证明。2020年初冬，在宋辽古栈道遗址所在地雄安新区，国家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经过4年的勘查，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土壤环境质量优良，发现富硒耕地574公顷，深层地下水水质优良，富硒地下水分布广泛，地热资源丰富，储量大，温度高，水质好，易回灌，可以为绿色生态宜居的新城区提供稳定安全的清洁能源供给。古老的地道与如今先进的地下工程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千年大计，这一片厚土蕴含的能量再次让世界称奇，为新区大规模建设平添了底气。
种生机扑面而来。从三月开始，古老的赵州桥边赵县古梨园里的果农们又开始了一年的忙碌。赵县古梨园边的花粉出口基地里，建采下来的梨花正在被集中处理。梨花花粉被收集起来，以十克为单位精心分装，或长途跋涉到新疆、陕西，或远涉重洋赴日本与韩国，将雪花梨的优异基因注入了库尔勒香梨、韩国圆黄梨梨花的子房里，并最终会表达在成品梨那迷人的香甜之中。河北是全国最大的梨优势产区，全省梨栽培面积近300万亩，面积、产量和出口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在河北八大类300多个品种的梨子中，雪花梨是赵县特有的品种，果形端正，果肉如雪，香气宜人，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早在秦汉时期，赵县雪花梨就被选作贡品进贡朝廷。位于北纬36度01分至42度37分之间的河北大平原，在果树种植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给河北带来了分明的四季变化。这里是国际上公认的北方落叶果树最佳适生区域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开始培育和享用两种水果的地方之一。气候是一个可以种植的保障，真正让河北平原佳果辈出的还是它无可比拟的地理条件，大自然恩赐的古河道效应。历史上古河流长期冲击而成的古河道，在这片肥沃的大平原上纵横交错，为河北的果树生长提供了绝佳的土壤水肥条件。在相似纬度和光热条件下，河北平原的古河道密度堪称绝无仅有。地处山前平原的赵县，大部分地区位于滹沱河古河道上，数万年来形成了表土疏松、透气性良好的粉质沙壤土。这种土壤最适合种植梨树。瞬息万变的河流不会只有一种表达方式。离开山前平原，来到中部平原的古滹沱河，流经深州市木村乡一带时，河水放缓，积累了3米多厚的沙土层，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元素。就在这里，古河道给出了另一种绝妙的颜色和滋味。深州蜜桃甜，蜜糖含量极高，20%左右都很常见，最高的甚至会超过蔗糖乙32%的刻度上限，所以果汁极其浓稠。
美。深州蜜桃有一个鲜艳欲滴的小尖儿。中国传统年画上寿星手里拿的桃，用的就是它的造型。古河道的神奇不止于赵县雪花梨与深州蜜桃。从太行山燕山山前到渤海之滨，有一条明显的甜蜜之线，串联起原氏石榴。捣成草莓，晋州嘉梨，泊头嘉梨，沧州金丝小枣，黄华冬枣等人间珍品。甜是大地最直接的善意，苦则是大地饱含仁慈的苦口婆心。万物相生相克，在自然中寻材为药，药经齐州始生香。安国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城市之一，有中国药都的美名。在这里，300多种药材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喜阴、向阳、耐旱、进水，听从人们的安排，悄悄萌芽，安心生长，积聚着能量，提升着质量，以便拯救世间的疾苦。其菊花，其山药，其紫菀，其沙参，其薏米，其芥穗，其白芷，其花粉，八大奇药凭借着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独门药效，走向世界，抚慰更多的苍生。大自然厚爱，昌黎相对温暖，
阳光更为充足。成熟的赤霞珠可以单独酿出好酒。1983年，昌黎用赤霞珠酿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瓶干红葡萄酒。新中国第一个按照酒庄模式建造的葡萄酒庄园，1979年出现在怀来桑干河畔，当年就产出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如今分布在这里的十几个各具特色的酒庄，彰显着怀来在中国葡萄酒产业里举足轻重的地位。离怀来不足百里的宣化，至今还沿用着1300多年前的葡萄漏斗架栽培方式。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栽培方式种植出的北国明珠、白牛奶葡萄和龙眼葡萄，依然在用甜蜜征服着人的味蕾。葡萄，这种来自西方的果实，以及它们的精华化身的葡萄酒，终于在遥远的东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家园。从一颗花粉到一枚果实，从一粒果子到一滴流霞，从一季作物到一场丰收，勤劳智慧的河北人民通过自己的劳作，让每一个走出去的物种都带着芬芳与甜蜜，释放着河北大平原的智慧与坚韧，将它的慷慨与淳朴散播开来，润泽八方。这也许就是河北大平原生生不息的秘密。